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看《大乘无量寿经解》第542面，542面第一行，往生论语。若善男子、善女人修无念门行成者，毕竟得生安乐国土，见彼阿弥陀佛。前面呢，我们学到这个地方，《往生论》里面。这一段最重要的啊，我们要特别留意的，就是善男子、善女人呢，这个善字啊，善的标准就是敬业三福，第一福啊，第一种孝养父母。奉事师长，慈心不杀，修十善业。这四句经文里面，把儒释道的三个根都包含进去了。孝亲尊师是《弟子规》，慈心不杀是感应篇。啊，以这两个基础，啊，在学习十善业道，啊，所以这一句里面，把儒释道三个根都说到了。那换一句话说，儒释道三个根没有做到，就不是善男子、善女人。这个标准一定要记住。啊，由此可知，这三个根是多么重要。具足这三个根的人，这才是世间的善男子、善女人。啊，我们读这个经文，我们就有份了。啊，如果没有做到啊，善男子、善女人不包括我。啊，那么经文上说得很清楚，必须是善男子、善女人，修无念门行成就。啊，如果这个敬业三福第一条我们没有做到，我们修无念门行就不能成就。啊，不能成就呢，就不能往生。那我们希望这一生当中，决定要得生净土，要亲近阿弥陀佛。这三个根，就不能不认真的学习啊！啊，这三样东西都不深。啊，尤其这个。《弟子规》，蔡黎旭老师用了4个小时详细解释。啊，他讲过很多遍，讲得很熟。啊，我们用他这一套光碟就行。啊，一般人心浮气躁。学习东西都不认真，啊，听一遍、两遍、三遍不够啊！啊，至少要听30遍，40个小时，一天听10个小时，4天听一遍，
40天听十遍。如果一天只听四遍，听4个小时，一个星期一天听4个小时，10天听一遍，那就要100天的时间，你才能听满40遍的。有100天不算很长，3个多月，这个根扎下去了，会扎得很结实，然后再听感应篇，会容易很多了。为什么呢？40遍弟子规，你心定下来了，只要心定下来，学东西就快了。你再用3个月时间呢去学感应篇，感应篇学完了之后，再用3个月的时间学十善业道，1年的时间，这3个根呢根深蒂固啊！净业3福，第一福你就得到了。诸位一定要记住。阿弥陀佛发48愿，修多久才成就啊？5戒才成就啊，才能感得西方极乐世界。殊胜庄严呐！我们如果用1年的时间，真的其他的都放下，把这3个根扎下去了，那么换一句话说，这个庄严功德了，你就真得到。像盖房子一样，你的地基打得非常好，你的房子盖得没有问题，就会成就了。我们今天学佛最大的困难就是基础没有。你看，1年的时间就把地基打好了。地基打好之后，有2年的时间。我相信往生就有把握了。2年，一门深入，长时熏修，2年的熏修足够了。对自己来讲，真的转恶为善。转迷为悟了，往生到极乐世界就转凡成圣了，你的功德就圆满了。为什么不敢？这个世界拉拉杂杂东西统统放下，心里面常常有这些东西，这叫轮回心呢，造的是轮回业。造轮回业，怎么能出得了六道轮回？阿弥陀佛，确确实实是，念念希望我们早一天到极乐世界，而我们自己偏偏对于六道轮回这么执着，这样的难放下。这个错了。
啊，希望我们真正从这里觉悟过来，啊，认真努力，依教奉行。接着说，妙音甘苦，落实三个根。在一门深入常识熏修，这叫妙音呐！啊，甘的苦是往生极乐世界清净阿弥陀佛，这个果报多殊胜。前面跟大家讲得很清楚，世出世间第一等有福报的人，大福报啊！到极乐世界，阿弥陀佛供养你。你比第六天的福报还大，那第六天有物质的供养啊，没有精神供养啊。到极乐世界，除物质供养之外，阿弥陀佛天天讲经说法给你听，智慧的供养啊，啊，所以很快。你的智慧，你的福报就达到圆满了。佛慧二足尊是什么？成佛了，成佛才叫二足尊呐。成佛的捷径呐。下面，是故临命终时，蒙佛本愿加慧，慈悲加佑，令心不乱。啊，就是阿弥陀佛将他本愿无界修行的功德加持给你，啊，你真得到了。啊，为什么呢？这个时候你真正得一心不乱。一心不乱在我们这个世界修行得不到，到极乐世界很快就得到了，故得不惊不怖，心不颠倒。这个惊怖颠倒永远没有了。啊，我们在这个世界如果真的遇到灾难，肯定惊慌失措啊，不知道怎么办呢？这才叫真正大难。这个大灾难是什么呢？不是灾难害你的，是你自己惊慌失措，你接受了灾难。如果你不惊不怖啊，灾难来的时候跟你没关系，那不惊不怖吗？啊，这种人就是消灾免难了。消灾免难不是说没有灾难，有灾难对他无所谓，他没有感觉到。啊，这就叫消灾免难。消灾免难是定功啊，念佛人的定功是什么？心里只有阿弥陀佛，除阿弥陀佛之外什么都没有，这就叫念佛三昧。啊，念佛三昧，佛在大集经里面告诉我们，那就是无上深妙禅。啊，所以你在禅定当中，你不惊不怖，心不颠倒啊。啊，不怖呢？你看，不恐，不畏怖，恐惧。你们有畏畏不畏不是害怕，你们有害怕啊，你也没有恐慌啊，灾难在面前心是定的啊，不颠倒者心不错乱。为什么心不错乱呢？你的心里面呢
在念佛，心里只有阿弥陀佛，除阿弥陀佛之外，什么影响都没有。这一念一佛之正念依然现前，故得往生了。啊，很多人都在问。2012玛雅灾难的预言怎么办？美国的布莱登说，啊，他希望全世界的人都能够觉悟。啊，认真的弃恶向善，改邪归正，端正心念，就能够应付这个灾难。他讲的不错啊，这个地方这段经文的时候讲的比他更好啊。啊，我们怎样能够消灾免难？啊，妙音甘苦，临命终时，蒙佛本愿加为，慈悲加佑，令心不乱，不惊不怖，心不颠倒。故得往生。啊，这几句就行了。这灾难没有了。啊，随着灾难说对念佛人来讲，他就化解了。啊，大灾难现前，你所看到的景观是什么？是极乐世界阿弥陀佛来接引，不一样啊！这一段经文重要，要牢牢的记住。啊，三个根一定要做好，阿弥陀佛决定不能忘记。啊，我常常跟同学们说，心里头只有阿弥陀佛，除阿弥陀佛之外全都抛开。本品经文未言临终见佛，但既得往生，则佛必然来也。啊，这个一定要记住的。经文上虽然没有说，啊，临终见佛，啊，那只要往生，往生一定见佛。为什么？这是佛的本愿。佛说话算话。绝对不会食言。啊，每一个往生到极乐世界的人，阿弥陀佛都会来接引他。啊，所以怎样证明他真正往生呢？临终的时候，他看到佛来接引，就真正往生。啊，不是别人看见，是他本人看见的。啊，决定往生了。我们对于经教要相信，决定不能有丝毫怀疑。啊，这里讲得很好，应佛本愿，临终接引。若无佛引，啊，临终没有佛来接引你，凡夫自力不能往生。啊，决定要求佛接引。啊，你真的往生了。
幕后这一句话是念老为我们解释啊，这一段经文里没说啊，经不言者，以此品专论因行，故不多涉往生国境。啊，往生的果境界，前面讲得很清楚，前面讲三倍往生嘛，这是讲往生正因。啊，所以这个两品要合起来看。啊，可以帮助我们断疑生信。这一段就学到此地，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。若多思物，不能立家，不暇大修斋戒，一心清净，有空闲时端正身心，绝欲去忧，慈心精进。啊，这一小段端心精进，这个在日常生活当中要落实啊。下面第二小段，不当嗔怒嫉妒，不当贪贴奸细，不得终悔，不得怀疑，要当孝顺至诚忠信。这个几句是教我们要断恶修善啊，举了几个例子啊。下面一段，当心佛经于身，当心作善得福，奉持如是等法，不得亏失。这几句是身心因果啊，后面思维书籍于德度脱，昼夜常念，愿与往生阿弥陀佛清净国土，时日时夜，乃至一日一夜不断觉知。这是教我们忙中念佛，工作很忙，我们一个月找一天一夜啊，念24小时啊。如果能有长假，放长假的时候10天10夜啊，念10天佛啊，通常用7天呢就打个精进福气啊。但是精进福气这一段经文必须要做到啊！寿终戒得往生其苦。你在这一生当中，曾经打过一次精进福气，或者是曾经10天10夜修过这样的功德。临命终时回向，都能往生。啊，乃至一生当中只有一次一天一夜念佛。啊，可是前面这些条件统统要去除，要端心精进，断恶修善，身心因果，忙中念佛。妙音呐、啊！后头这一句“寿终戒得往生其果”的妙果啊，妙因妙果这部经确确实实稀有难逢啊，太殊胜了。我们有幸在这一生当中能遇到，要生欢喜心，要生感恩的心。
念老的注解是右面这段经文第三类啊，往生正因的第三类有两句，这个两句是两段，我分的比较细啊，我分了六段啊，那分了五段，分了五段。第一呢，修行事善啊，这个世间善念老分的呢，是到至诚中心，下面忙里偷闲，正念得生，从当信佛经与身到往生极国啊，它分这两段。此类指事物繁多之人，如果我们平常没有这么多事情，那要把境界提升了啊，提升到前面两类，真的工作太繁忙，平素暇时甚少啊，平素就是很少有得闲的时间啊，那么现前的社会一般人都生活在竞争之中，跟古时候的社会完全不一样，古时候社会人心是定的，为什么？没有竞争，啊，现在好像不竞争呢，就活不下去了，其实这是错误的，啊，是一个很错误的观念。我们自己把自己逼上梁山啊，实际上不竞争呢也能活得下去，也能过得很自在啊，何必去竞争呢啊。胡小林没学佛的时候天天跟人竞争啊，学佛之后啊，明白了，觉悟了，认真落实《弟子规》，不跟人竞争了。啊，他告诉我，反而业绩年年上升。啊，并不说不竞争呢，这个事业就做不下去了。这不竞争比以前做得更好，更殊胜。啊，这才恍然大悟啊。发财是命中有的，命里面既然有，何必要去争呢？啊，那没有觉悟的人，每一天闲暇的时间很少，所以未能大修斋戒。啊，跟一般真修行老修行人不能比啊，更难于一心清净，这一心清净太难了，你说他每一天的妄念多少啊，杂事太多，说如是之人当努力行善啊，这一句话劝得好啊，应该啊努力多做好事啊，多行善多积德，
并应啊，并且应该忙里偷闲，一定要找一点闲暇的时间去念佛啊，善择时机。啊，你会挑选啊，在一年当中挑选几天的假期啊，假期不要把这个时间浪费了啊，到外面去旅游了那很可惜，应该这几天空闲的时间呢好好的来念佛，日夜不断啊，愈缘即修啊，能够有几个同参道友在一起啊，就是这一句佛号念到底啊。那最好的方法呢，可以依照印光大师所用的方法，他老人家用了一辈子，念佛真成就了，啊，这是我们应该学习的，啊，不时空过，以定得往生。这个地方“定得”两个字是关键。啊，只要你不浪费时间，有空闲的时间就念佛，你也会一定得往生。啊，经中之妙记载，不离佛法了而心是法，不废是法了而证佛法，这个两句报恩论上的话讲得太好了啊，经中契合世尊末法九千年一切众生的根基啊，修别的法门未必契机，修经中法门没有一个不契机啊，我们修行的目标没有别的，修行目标就是成佛啊，不是用成佛做终极的目标，那我们就错了。净宗成佛的方便，先求往生，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跟着阿弥陀佛，决定一生成佛。所以这个法门古大德称之为一生成就的佛法啊，我们往生到极乐世界是一生成就的，到极乐世界去再成佛也是一生成就的，没有到第二生呢这是八万四千法门里头找不到的啊，一切诸佛无量无尽的法门，只有阿弥陀佛这个法门是一生成就，稳稳当当啊。如果你想学其他的法门可以啊，到极乐世界再学，不要在这个地方耽误时间啊，在这个地方耽误时间我们就错了。在这个地方的时候，把全部的时间精神都投注在忆佛念佛啊，现前当来必定见佛，我们要投注在这一点上啊。到了西方极乐世界有的是时间，
寿命长了吗？阿弥陀佛无量寿，每一个往生的人都是无量寿，跟阿弥陀佛一样。所以你学任何法门都容易，有的是时间，有的是修学的环境。老师是诸佛如来，同学是诸大菩萨。当然成就啊！我们在此地修学，你学其他的宗派、其他的经论，现在没老师了。过去还有老师，现在找不到了。这些老师都往生了，都不在世了，这是客观环境。让我们在今天想学任何大乘法门，感到困难。我们把方向转一转，先到极乐世界，见到阿弥陀佛，无论修什么法门，佛都欢喜，佛都赞叹。佛都帮助你，都成就你。你在所修学的法门，肯定会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。你的愿望就圆满了。下面解释这一句“有空闲时”，陈上所言，事务繁多，你的工作很忙啊，未能身暇心静。你的身得不到休息，心里面忧虑牵挂的事情太多，你没办法放下，你的心就不清净了。斋戒是什么呢？斋就是心静。戒呢，就是把事物繁多放下。就你这个做不到啊！做不到怎么办？则当善用时机，欲贤即修。这就是你要抓住时机因缘。像一般逢年过节放长假的时候，现在放长假不多，能有5天到7天都算是长假。好啊，5天也好啊，这5天不能空过啊，找地方去念佛。如果平常有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，念佛的这个佛友就可以约定，我们利用什么假期的时间，找一个清净的环境去念5天5夜的佛，不休息。这5天5夜万缘放下，什么都不想了，什么事都不要过问了，电话永远关掉，人家找你也找不到了，5天清净的时间。
一向专念阿弥陀佛。啊，那平常呢？平常随着机会的时候，都做好事，断我修善。啊，做这个事情。啊，一定要找时间去念佛，平除世虑。啊，把这个所有的这些杂事统统放下。啊，勇猛专修，这上加上勇猛两个字，好啊，精进呐、啊。此句有空闲时，总观下文，直到一日一夜不绝不断绝者。那这个有空闲时，这就是这一段经文。啊，教我们所做的，都是在有空闲时把这个抓住。啊，一直到我这一年只有一天一夜可以做到也行，你就抓住这一天一夜，有两天两夜更好，有十天十夜那就好极了。啊，不一定是一年，三个月、半年，有这种机会你就把它抓住，决定不放松。啊，心底常常有这个意念，好啊，这个意念是正念呢。这个意念是跟佛相应的，啊，所以有机会有时间你才能抓得住，你才不会轻易放过，这是好的念头。啊，那么下面这些解释都是我们平常必须要知道，必须要随时随地认真去学习。啊，头一个是端正身心，端身正意也。啊，也就是美国科学家布莱登告诉我们避免灾难，他讲了三句话，这是第三句话，他叫端正心念。啊，端正心念跟我们此地端正身心一个意思。这个是在日常生活当中非常重要的修行概念，坐视卧苦品第35品还在后面，我们这是25品。啊，佛在这一品经里头有这么几句开始：汝等能于此事端心正意，不为众恶，甚为大德。汝等就是你们大家能在现在这个世界，此事是讲今天的现前这个社会，
佛知道，佛在3000年前就晓得今天这个世界怎么样。在这个世间，你还能够端心正念，不为众物。众物是什么？食物。你在这个世间，不杀生，不偷盗，不邪淫，不妄语，不两舌，不恶口，不绮语，不贪，不嗔，不痴。你不干这些恶事情，这个里面包括的范围就很大，没有自私自利，不搞名闻利养，不贪五欲六尘的享受，安分守己，这是大德了。一般人做不到啊，你居然能做到啊。又重重慧勉品，这第36品。佛说，若草作善。这个若草是古时候的话，就是也是你们，或者你们大家，你们大家做善，做好事，云何第一？什么是第一？也就是你们做善，什么善是第一？佛也说了，当自端心，当自端身，耳目口鼻皆当自端。这一句话就是前面端心正意，不为众物。心要端正，什么样的心才是端正？念阿弥陀佛的心就是端正。那我们就知道，我们如果把阿弥陀佛忘掉了，我们心就邪了，心就不正了。我念别的佛呢，念别的佛心也偏了。不能说邪，你偏了，你方向偏了。我们的目标是走极乐世界，是走这条路子，你偏到另外一条路去了。所以只有念阿弥陀佛，心里头只有阿弥陀佛，这叫正念。这一点太重要了。一向专念的只能有一个方向，不能有两个方向。我要到极乐世界去，西方极乐世界，又想到东方琉璃佛，那就错了。琉璃世界药师佛，错了。也许你身体不好，想药师如来保佑我，那阿弥陀佛不能保佑你吗？不想到西方极乐世界去，念药师如来可以。但是想到西方极乐世界，就不要念药师如来了，专念阿弥陀佛。要是如来要是看见你，他生欢喜心了，他赞叹你
你身心有毛病，不用求他，他会帮你治好。为什么？你是弥陀弟子，弥陀弟子太尊贵了，每一尊佛都欢喜，都赞叹。弥陀弟子，这还得了吗？我们自己要懂得了。要有这个认知所以端心就是心里头只有阿弥陀佛，端身身里面只礼拜阿弥陀佛，看一切众生、一切万物，通通是阿弥陀佛变化所作。就像在极乐世界一样，那我们就时时刻刻都没有离开阿弥陀佛了。无论是顺境，是逆境，善缘恶缘，念头起来是，皆是阿弥陀佛变化所作。都是佛来帮助我，来成就我。应作如是观应作如是想这叫端心正意。耳目口鼻皆当自断。耳听的是什么呢？念佛的声音。眼睛看的是什么呢？是阿弥陀佛的现象。眼睛所看的一切境界，通通是阿弥陀佛所现。口念佛。鼻是呼吸，有人用呼吸摄心，一呼一吸，一句佛号，这叫自断。这就是大势至菩萨教给我们度摄六根。净念相继你看，当自端心，当自端身耳目口鼻加上前面身是五，再加上心是六，这不就都是六根了吗？这一句教给我们，都是六根怎么个设法，这就明白了。六根全是阿弥陀佛，除阿弥陀佛之外，一样东西都没有。是故，欲空闲时，手印端正身心也。能够有得空闲的时候，真干了，不浪费时间。乃至一天一夜，我都好好把它抓住。那在平常，只要有空闲的时间，就专心念佛。念佛呢，没有任何拘束，站着念可以，坐着念也可以，走着念也可以。没有拘束甚至于躺下来念也可以睡着念，不要出声
啊，出生是伤气，啊，也是不恭敬，啊，但是睡着默念，好啊，行住坐卧不离这个啊，这个就是念阿弥陀佛了。这叫真念佛人呐！啊，下面是戒欲，这个很重要，烦恼里头最严重的。啊，在此期间，决断男女间的爱欲。啊，这是什么时候呢？端正身心念佛的时候，啊，心里面不能有情欲的念头。啊，因为它会把你的功夫破坏。你有这个杂念，念佛的功夫破坏了。啊，去忧，放下世间忧虑，只要是，所以这个念佛堂堂主啊，常常提醒大家，放下身心世界，身心是自己啊，世界是我们身外的环境啊，通通不要想。心里头只有阿弥陀佛啊！除了阿弥陀佛之外，什么念头都没有了。这个好啊，这才能成就啊！啊，去忧。有没有这个世间值得我们忧虑的事情？没有。真有，你忧虑也解决不了问题。啊，忧虑真解能解决问题，可以啊。你忧虑只有把问题搞糟了，你不能解决问题啊。那你何必忧虑呢？啊，只有冷静，只有念佛，真能解决问题。啊，为什么念佛能解决问题？念佛得佛力加持，心地清净，能生智慧。自己有智慧，又得到佛力加持，你才有办法解决问题啊！你一慌一乱一忙，问题搞砸了。啊，冷静比什么都重要。越是遇到灾难现前的时候，越冷静，不惊不怖。啊，我们才真正能够解决问题。啊，佛经里面讲的，心不颠倒，啊，问题就能解决。慈心，这在一切时、一切处，对人、对事、对物，都要有慈悲心。啊，与众生乐之心呐、啊！啊，坚持修持，是为饶业有情而修也。你看，菩萨修行。不为自己，为众生。啊，我们也想帮助众生离苦得乐，先要成就自己。
啊，所以在修学过程当中，欢欢喜喜，没有一点忧虑。被人欺骗了，凡夫苦恼啊！被人骗了，上了当了。菩萨什么？菩萨若无其事啊！为什么？菩萨知道一切法皆不可得。啊，《般若经》上讲得很清楚嘛。一切法无所有，毕竟空，不可得。它有什么忧虑的？啊，在这个世界上没有得失，怎么没有得失？释迦牟尼佛教导我们，《金刚经》上所说的：“一切有为法，如梦幻。”你能把这个世间看作一场梦，梦里头得到了，是不是真得到了？没有，醒来之后什么都没有。梦里面失掉了没说，醒来之后什么也没失掉。你能把人生看作是梦境啊，你就没有得失了，你心就平了，心就快乐了。啊，得到没有欢喜，失掉没有忧愁。啊，功夫真的有一点底子是，得到欢喜，失掉也欢喜，没有一样他不欢喜。啊，这就看功夫了。没有功夫的人，天天失掉的时候，哎呀，真可惜了，那我又丢掉了。啊，那什么，那功夫不行的，没功夫啊。啊，真有功夫的人不会。啊。得失都欢喜啊，欢喜什么？欢喜他已经如如不动了，心里头只有佛，没有别的东西了，心清净了，心端正了，这个端正就是有佛了。那世间人为什么有忧虑呢？他心里头没有佛啊，钱财丢了，他心里头只有钱财。啊，清醒遇到灾难，他心里只有清醒。啊，他心里头五欲六尘呢，他有这个东西啊。啊，所以他有得失。啊，如果心里头只有阿弥陀佛，就没有得失了。啊，没有得失，多快乐，多自在啊。啊，所以利益众生的心要常有。啊，我们修行这么认真修行，想往生到极乐世界去干什么？成就圆满的佛慧，就这么回事情。啊，我们在做三皈依的时候，皈依佛二祖尊。这二足什么意思？二是两种，足就是满足，就是圆满的意思。啊，这个二就是智慧跟福报。啊，智慧福报两样都圆满了。圆满当中第一圆满，称之为尊呢。究竟圆满，这叫尊。啊，没有比这个更超过的了，这才叫尊。啊，我们到极乐世界是干这个，不是干别的。
啊，所以要常常想到，要把机会抓住。啊，有这么一个环境，大家好好在一起念佛。啊，认真的学习无量寿经。今天学经教了，我不学别的了，我就学这一样。我早年，那算是年轻时代，讲华严经，我记得前后一共讲了17年。没讲完，讲了一半，啊，80讲了一半，40也讲了一半，啊，李老师把这个《大乘无量寿经》这个本子给我了，啊，给我的这个本子。是他老人家自己讲经的用的本子，那他用毛笔，小楷字写得很好，没注啊，我看到非常欢喜啊，尤其读了梅光系老居士的序文，啊，序文介绍得非常好。很长的一篇学问，读了之后，我就发了心，讲无量寿经。啊，老居士在学文里面讲得很好，无量寿经即是中本华严，阿弥陀经是小本华严，大本华严分量那么大，讲到哪一年才讲完呢？那我就讲中文好了吧。啊，所以我就真的发心讲无量寿经，前后讲了10遍了，这是第11遍。啊，本来不想讲其他的，就专讲无量寿经。啊，这一次又再讲华严经，是韩馆长往生。往生前两天，他很清楚，很明白，要求我讲华严经。嗯，他想法不错。啊，他说我要不讲呢，恐怕以后没有人讲。希望留一套录像给后人做参考，我答应他了。啊，希望他能病好啊！没有想到2天之后他走了。啊，请我讲华严的有3个人，第一个是台南的开心法师。第二位是黄念祖老居士，啊，第三位是韩馆长，他们都是同一个看法，同一个想法，我能理解，啊，所以住在新加坡的时候，偶尔谈到这个问题。李牧云听到了，啊，他代表这3位大德，啊，认真的来理清我们华严经第二次开讲，啊，就这一次讲的，也讲了不少年了，从新加坡到现在有10几年了。啊，这一次讲的详细，
比上一次讲详细多了，很得受用。讲了4000多个小时去年清明看到灾难越来越多，华严经来不及了所以我决心讲无量寿经，救急呀。至少要把这一个演义讲完那么这一套无量寿经就完整了，有汇集本，有注解，有演义我为全经还做了一个详细的刻板，便利后人学习。对，这个经讲完之后，我再考虑是继续讲华严，还是继续讲无量寿经。救急要顾到。华严经确实是续佛慧命的大经也非常重要。不过我们现在外缘放下了。佛门内外国内海外所有活动我都不参加了。明天到日本去，是讲《无量寿经》，接着讲这个我去，不是接着讲这个经啊，我决定不干了。明天我去1号，后天就接着讲这个。不中断的，这个可以，1天4个小时。把这个功德回向给一切苦难众生，祈求诸佛菩萨慈悲化解灾难。我们以什么功德呢？我们是以念佛求生净土的功德。如果我们不是真念佛、真求生净土，想亲近阿弥陀佛，就没有功德了。那什么功德了？我们是真正一心的在求往生净土。身心清净，就像此地一样端正身心这个勇猛与修善断惑讲经就是修善断惑。你看一天到晚想的是经文，想的是极乐世界，想的是阿弥陀佛，世间事情全放下，不就断了吗？一心专念呢，这就是修善呐。我们用什么功德回向？用这个功德回向，与法无染越近，念念去求越近，这精进两个字的解释法事出世间一切法不染着，
与世间法没有贪嗔痴慢疑，与出世间法啊，与华严、与无量寿也没有贪嗔痴慢疑，这叫精啊！啊，没有染著啊！啊，念念，我们只有一个方向。西方极乐世界只有一个目的，清净阿弥陀佛，这叫净啊！啊，清净两个意思，两个字的意思，对于修净土的人来讲，一定要讲清楚、讲明白。啊，我们真清净，这个功德回向就真有效果。啊，《华严大疏》第八卷有这么几句话：念心与法，明知未尽；精心悟达，莫知未尽。这两句话说得好啊。啊，下面注解说，改为精者，乃精益其心与佛法者。在我们净土中，要以精益其心与性运行。啊，以此精心呢，为以大本为物。我们的大本就是往生净土，见阿弥陀佛为物啊。那这叫净啊。啊，华严经是大经，它是就通途来说的。我们修净土的是有局限，我们先到极乐世界，先见阿弥陀佛，到极乐世界跟华严会合了，入华严境界了。啊，华严境界是什么呢？这底下说得很好：本者本源也。啊，是心大本嘛。明自本心，见自本性，是为大本。啊，大疏之意较深呐。啊，《华严经》讲得好啊，讲得殊胜呐。啊，我们要达到华严的境界，先取极乐世界，清净阿弥陀佛，华严境界我们就证得了。我们要不从这个地方拐个弯到极乐世界去证华严，我们没有办法证得啊，这是我们自己一定要清楚要明白啊，我们哪有能力入华严境界？不可能的事情啊。要入华严境界一定要有方法，这个方法是最可靠的，最简单，最容易，最稳当啊！所以我们终极目标是入华严境界啊！我们到极乐世界了，那是第一方便啊，在这个地方断烦恼，证菩提，
难呐、啊！在这个地方，我们求生净土、亲近阿弥陀佛容易呀、啊，这个难易要分清楚啊！啊，到了西方极乐世界，我们在证华严的大法就容易了。啊，谁来给我们讲华严呢？毗卢遮那如来的报身。诸位知道吗？毗卢遮那的报身就是阿弥陀佛。啊，毗卢遮那如来的应身就是释迦牟尼佛。我们到极乐世界是见报身如来。我们在此地的学习是跟释迦牟尼佛学习，跟应身如来。法报应是一体，这是法门当中第一方便法门呐！啊，不可思议！啊，我们修净土没有违背华严，修净土实际上就是修华严。所以古人才说，无量寿经即是中本华严。这个意思讲得多好啊！从不当盛怒啊，嗔怒不当嗔怒，到至诚忠信，这一段我们在课判里面标的课题：断恶修善。乃第一句为人臣之事善，这一段讲的是人间的善法。学佛求生净土，先要把人做好啊，人都没有学好，给诸位说不能往生啊！为什么？如果你还带着人间烦恼习气到极乐世界去，你会把极乐世界的气氛破坏了。阿弥陀佛很慈悲，即使他老人家接你去极乐世界的大众不同意啊，啊，他们不希望有人破坏他们的环境。阿弥陀佛也要顾虑到大众啊。啊，大众不愿意做的事情，佛不会做。啊，所以佛来不来接引你，关系在你自己，你的条件具不具足。啊，信愿行通通具足了，你的烦恼习气没断，
佛还是不来。啊，换一句话说，你念佛的功夫，至少要能把烦恼习气控制住。啊，这叫待业往生。啊，控制什么？不发作。不是没有，贪嗔痴慢都有，但是这一句佛号压得住。这是我们平常用功。在什么时候用功呢？这种烦恼一起来的时候，立刻就把它控制住。啊，古大德教导我们，不怕念起，只怕觉迟。贪心起来了，这个念头起来了，阿弥陀佛，第二个念头就是阿弥陀佛，把它压下去了。嗔恚心起来了，阿弥陀佛，压住了。啊，所有一切善不善的念头起来，通通一句阿弥陀佛压下去。这叫什么？叫功夫得力。还会现行，说明说你功夫不得力了，你是念佛了，念佛不管用啊！啊，你的念佛扶不住烦恼啊！啊，换一句话说，你还是那么多妄念呢，你没减少。你心不清净呢，念佛功夫端在身心清净。啊，心地越清净，今年比去年清净。啊，去年比前年清，这个清净，一年比一年清净，好境界。从哪里看呢？一年比一年烦恼少。比烦恼轻了，啊，一年比一年轻，啊，真正能提升到一个月比一个月轻，你决定得胜了，啊，你就没有问题了。如果境界现前还发作，啊，顺境里有贪心。逆境里的有嗔恚心，还会这个念头起来，念佛功夫不得力了。日常在生活当中，工作处事待人接物，时时刻刻都在考验我们功夫啊，所以能不能往生，有没有把握往生，不要问人，你问你自己，清清楚楚，明明白白，我能不能生净土，我应不应该生净土啊，自己比什么都清楚啊！啊，对这个世间确确实实没有贪念了，所以这是。叫人称是善啊，这里也举了几个例子，嫉妒、妒忌他人之生死，生死是好事啊，看到别人比自己好，心里面受不了。啊，要想方法了破坏。
又害险越己。那好人呢，做的好事啊，他偏偏障碍。啊，让他这个好事做不成功。这一桩事，古今中外呀，常常看到。啊，这是烦恼当中造作罪业极重的一项，他摆在第一了。那么嫉妒，以障碍别人，要看这个障碍的影响多大，范围多大，影响时间多久，从这里结罪业。如果这个事情，啊，好事是他个人的利益，啊，与别人不相干。你障碍他，你破坏他，那个戒罪也很小。为什么？对一个人，啊，冤家对头就一个，这冤冤相报嘛，没完没了，也就这么一回事情。如果他这个事情啊，对社会、对众生有大好处，有大利益，你把它破坏了，这个事可麻烦了。戒罪呀，不是跟他戒罪了，跟所有得利益的人戒罪，这个范围就太大了。如果影响深远，啊，不但现在人，这个好处你得到了，他这个好处会延到将来呀。啊，那也能延到将来的时候，连是将来的人也得不到好处了。这罪可重了，这个罪就变成无间地狱的罪了。啊，事法里面，一个好的政策，啊，像国家的好的政策，啊，利益众生的大事业，你把它障碍了，这个戒罪可不得了，啊，好事也不行。啊，要知道因果这一桩事情，善恶没有抵消的。为什么我做了很多坏事，我多做一点好事可以，哎，这个弥补啊，可以把那个恶的抵消，没有，因果里都没有抵消的啊，善就有善报，恶就有恶报啊，种瓜就得瓜，种豆就得豆。不能说我种的这个瓜，我不想瓜了，希望这个瓜能长出豆来，这是做不出，不可能的事情。啊，因果确实就是如此。啊，你一个恶念，一个恶行，就有恶报；一个善念、善行，它就有善报。啊，不能说用善来抵恶，这不可能的。这是一定要知道的。你真明白之后啊，你就晓得人不能有恶念，不能有恶言，不能有恶行，肯定有恶报。啊，善做的再多，那是善报，各有各的报。啊，什么在什么时候先报，什么时候后报，那是语言不一样。啊，所以佛法讲缘生，它不讲因。啊，缘决定你果报的先后。
啊，因是决定你有果报，你有报应，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，决定有。啊，什么时候报？什么在先？什么在后？缘，缘非常重要啊！要明白这个道理啊！啊，佛家讲缘生呢，讲得很深。啊，这个嫉贤越嫉，这个嫉妒贤人，罪恶非常重。为什么？贤人他能替为社会、为国家、为大众做许许多多的好事。你要是嫉妒他，啊，障碍他，他无所谓，啊，他可能还很欢喜。为什么我不需要做了？那你不障碍他，事情很多，他天天要忙碌去做事情，你障碍他，他就不要做了，他好好去念佛去了。啊，可是那个罪可不得了，啊，如果这个贤人你不障碍，他能够利益千万人，他能够利益时间来讲，能利益几百年、几千年，这个功德多大！啊，你障碍他，让他不能成就，这个罪多重、多深，你自己能想得到。啊，所以佛家了，普贤菩萨十大愿望有随喜功德了。这个好人，嗯，他做好事不嫉妒，随喜，随喜是欢喜赞叹，尽心尽力帮助他。他有多大的功德，帮助他的人也是一样大的功德。这有智慧呀，他才会干这个事情啊。没有智慧的人呢，他就嫉妒；有智慧的人随喜，随喜把他的功德变成自己的功德。啊，嫉妒呢，障碍他，他没有事。他那些不善的一些影响，啊，他的善行的影响啊，你障碍他不能成就。许许多多人不能得到他的利益，这个账全算在你身上，那个罪就太重太重了。啊，在中国古代国家法律里头就有这一条。尽贤受上赏，就是国家最高的赏赐是给谁呀？替国家推荐好人、贤人啊，国家给你的赏赐是最高的啊。如果要是嫉妒贤人、障碍贤人呢，那你受的这个刑罚杀头啊。啊，这个事情是真的，在历史上我们看到有记载。夜因果报啊，丝毫不爽啊！啊，所以看到别人好事，欢喜赞叹，有力量的尽心尽力帮助他，成就他。啊，这不是成就他个人，成就他的好事，就是成就利益社会众生。
啊，这是第一个例子，啊，也是最容易犯的，犯了之后，这个罪过非常非常之重，这摆在第一了。啊，第二个贪嗔，啊，嗔是什么？贪吃，这个也严重，在现前社会我们能看见的。啊，一个宴会，听说一桌酒席的菜几十万呢，我听到这个话都吓到了。你想想看，今天世界上有多少穷苦的人，三餐不继。啊，怎么能忍心这样浪费？啊，一桌酒席十几万，一般人说一家四口，一年的生活费用，你一餐饭就把就吃掉了。你知道这个罪多重？啊，那我们想想释迦牟尼佛他老人家一生的生活，三衣一钵，日中一食，树下一宿，佛了，不是别人的。啊，佛是智慧圆满，福报圆满，他为什么这么做？他这个做法叫代众生苦。做出样子来给大家看，佛是一点点都不浪费呀，懂得惜福啊，啊，今天世间大福报的人很多啊，如果是这样浪费的话，他的福报能享几年呢？啊，他有100年的福报，大概不到10年就享完了。享完之后，中国古人有一句话说：“路尽人亡。”你虽然还有寿命，你福报没有了，啊，你也活不了了。死了以后到哪里去？三途地狱，都到哪里去了？啊，那么现在人不相信有三途地狱，不相信有六道轮回，他说这是迷信。啊，等到他见到了，后悔莫及。啊，怎么能干这种事情？啊，所以这个一定要戒除啊！啊，学佛的同学能够把肉食断掉，啊，荤腥断掉，这是好事情。啊，可是素菜里面，如果也贪图，啊，也在这上面多做讲究，也错了。还是在享福啊！所以古时候寺院庵堂啊，现在变了啊。古时候寺院庵堂就一个菜，大锅菜啊，啊，神寺。啊，寺院庵堂，过堂吃饭。
这有规矩，一个菜一个汤。啊，古人修福，不享福，把享福呢，都回向到极乐世界，往生到极乐世界去享福。没到极乐世界之前，决定不享福。现在的人现前讲究享福，能不能到极乐世界，就成了问题了。啊，所以这个事一定要知道。啊，把贪念的放下，啊，贪痴也放下。啊，下面见习啊，见是什么？见心，大乘亦当念，令习财法曰见。见是我们讲舍不得啊，自己有财富，不能帮助别人。自己懂得这些法，不愿意传给别人。啊，教别人呢，总得留一手。为什么呢？怕别人超过自己。啊，别人超过自己就嫉妒。啊，自己教别人总留一手，这个心不好。这个心完全是轮回心呐、啊，他所造作的是轮回业，叫但着财与法，不能施舍利人之心呐、啊，不愿意帮助别人呐、啊，啊，那我们知道。这个不是佛心，这不是菩萨心。诸佛菩萨大慈大悲。你看学佛四弘誓愿第一句，众生无边誓愿度。用什么去度？就是用财用法。啊，有财没有法不能度众生。有法没有财不能普度。啊，所以佛能够普度一切众生，靠什么？财法通通都具足。法是智慧，财是财富。啊，有财有法了，才能帮助众生，破迷开悟，离苦得乐。啊，终悔，信仰不坚，先信后疑，故曰终悔。啊，终悔我们通常讲上后悔。啊，为什么会后悔呢？还是有见他。贪心没放下了，嫉妒没放下，啊，所以先听了。一时冲动啊，做了好事了，
做完之后啊，后悔了，我今天被骗了。啊，无缘无故，你看丢了这么多财物。啊，好处在哪里呢？发财是好处啊。啊，无缘无故把财捐献送给别人了，这与我有什么好处？啊，得的是有荣誉，假的，给你一张奖状，一张纸啊，自己真的损失了很多钱财啊。这全是轮回心，造轮回业。啊，对于诸法实相，当然不了解。啊，不但不了解，对于诸佛菩萨不认识，把诸佛菩萨当作神明看待，这种人太多太多了。啊，这些人信佛叫迷信。啊，所以冲动常常有，怀疑也常常有，后悔也常常有。啊，他是不是真的信佛？不是。是不是真的佛门弟子？不是，假的。啊，跟对佛教一无所知。啊，他是迷信，他不是真心。啊，他学佛，以为佛是神仙，可以帮助他升官发财。啊，拿一些供养，像行贿赂一样。啊，跟佛谈条件，你保佑我发财，发100万，我供养10万给你。以为佛菩萨也是贪官，啊，也是会接受贿赂的，造罪业啊！啊，不学佛还好啊，学佛就学到地狱去了。啊，念佛人要不明白这些道理，果报也在地狱。啊，前清乾隆时代，慈云灌顶法师有一本书《大势至菩萨圆通章疏钞》。啊，我早年讲圆通章，就采取他老人家的疏钞。啊，疏钞后面，啊，最后总结念佛。100种果报都是念佛人呢，果报不一样啊，100种果报啊。我相信100不是数目字，举出100个例子，果报太多了，不一样啊。第一个果报就是对阿鼻地狱，我当时那些年轻啊，看到这个很惊讶，念佛是好事情，怎么会堕无间地狱？啊，我拿到这个书去问老师，啊，李炳南老居士。哦，他一看到这个问题，这是大问题，这不是小问题，我不跟你一个人说。啊，我要在讲经时候给大家说。像这些心态去念佛，都是阿弥。啊，你要问为什么？你给社会大众产生的严重的误会，
啊，认为学佛人是这个样子，让人家毁谤佛法，怀疑佛法，不再相信佛法，断了人的法身慧命，那这个罪要不要堕阿鼻地狱？要啊，一点没错啊。啊，好，我们今天时间到了，学习到此地，这底下这一段就到日本继续再讲。